小苗儿满院子，夏天耕种勤奋工作，期待开心的生活。嘟嘟嘟嘟嘟，努力付出不怕苦。嘟嘟嘟嘟嘟，懂得感恩又惜福。嘟嘟嘟嘟嘟，自己耕作自己住，来当快乐小农夫。海苔哥哥 ，Hello， 我是樱花姐姐，还有今天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楚薇。大家好，我是彩学。今天海苔哥哥呢，要带大家去认识我们友善的小农夫。哎，海苔哥哥，你刚刚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友善的农夫。难道这个农夫还有分友善跟不友善？他很凶吗？农夫呢，他的情绪有很多种啦，对不对？但是呢，友善的只有一种。友善就是他们都不使用农药，然后也不使用化学肥料，甚至也不用除草剂。也就是说，对我们大自然的土地呢，是非常友善的一群农夫哦。海苔哥哥，那你今天要带我们去认识什么农作物？是要带大家认识野菜。什么是野菜啊？野菜就是野生自然生长的蔬菜哦，一般啊是不用人特别去照顾它，而且我们在菜市场很少可以看见哦。嗯，听起来很有趣哎，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喽，走，来跟着我，来这边走。哇，这位就是我要跟你们介绍的友善小农夫李叔叔，打招呼。李叔叔好。早安。李叔叔，你一早就在忙哦。对啊，先来浇水。那林叔叔，听说今天你要带我们去认识很多不同的野菜，对不对？嗯，对啊。但是在认识野菜之前，我们要先去把鸭鸭放出来。是水里面的鸭子吗？对啊，就是。那可爱的鸭鸭住在哪里？在后面。在后面可以看吗？对，我们一起去啊。哇，这只手居然是先放鸭子。我们去看看。喳喳喳喳喳，放下车的车车。走走走走走，一同去加油！林叔叔，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感觉是软的土，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叫粗糠，我们吃的米的外壳。哦，哎，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粗糠铺在这个地上啊？有几个原因啦，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在把土变得更松软，植物可以根长下来的时候不会阻碍到，它会长得更。很像松土，松一点的土植物比较好往下扎根。对对 对，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因为它铺上去之后，杂草比较不容易长出来。哦，就也像是盖上一层布，让它没有空间长杂草。对，有点像底下可能杂草的种子在土底下，它这样子就不会晒到太阳，不会有养分，就不会冒出来。要来帮我放鸭鸭喽！哦耶，鸭鸭。那谁要来帮我把门打开，把鸭鸭放出来啊？哇！那两个一起来，好，一人一边，来。哇，鸭子呢？他跑去，他动了不熟，跑去躲起来。啊，那我们不然先回去，等一下他们自己会跑出来。哦，我们是新朋友。对，突然来访，他有点紧张。对对。好，走。等一下再来交好朋友。所以等一下鸭鸭就会自己跑。林叔叔，哇，我们在这个农场里面为什么要养鸭子啊？对啊，这样子我们辛苦种的作物不就会被鸭子吃掉吗？嗯，哦，因为鸭子它有特别的任务，它的游乐场是在水田里面。嗯，对。那它吃的是水田里面的福寿螺，水田里面会有福寿螺，螺会吃秧苗。哦。所以它要把螺吃干净，螺才不会吃掉秧苗。哦，懂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到我的这里来吃菜。嗯，那林叔叔，我刚放眼望去，这边都是稻田，但是为什么稻田中间会有一块地来种菜呢？稻田里头有很多生产出来的东西。嗯，稻米是我们吃。对，稻秆就会到这里来覆盖，像这样子覆盖，就是这个天然的肥料。对，然后种出菜之后。就人可以吃，那剩余的给鸭子吃。鸭子吃了有力气，它可以到田里头吃螺。第二个原因是，有很多鸟类，它在季节到的时候，像最近有候鸟来，嗯，那有这样的地方，它会很喜欢，它会停下来，有树可以让它们在那个树上栖息。对的，听起来就是完全对大自然是一个友善。
不同的生态环境，植物啊、动物都会互相帮助。是啊，是啊。那说到这个菜啊，哇，这边很多种野菜哎，可以带我们认识一下吗？可以啊，没问题。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次元椎。哦，次元椎这名字好特别哦。先闻一下这什么味道？好，让小朋友闻看，可以香香的，香香的，香香的。那楚维呢，也闻闻看，有味道吗？香香的。摸起来这个什么次元椎有什么感觉？刺刺的。哦，刺刺的，哪里刺？边边。哦，看到了，边边刺刺的。哎、欸，真的很香哎！哦，而且这个味道有点熟悉，很像我们在香菜，对，会加那个香菜。猪血糕上面也会加，哇！李叔，这个是香菜的一种吗？对，它其实，因为香菜有时候不好照顾，那它这个其实，在香菜不好照顾的时候，它可以取代香菜，因为它的味道是一样的，那它种植也比较简易，而且耐受度比较高，很好种。所以它可以取代一部分的时间，可以取代香菜。所以它的主要的这个用途就是拿来做食材用的，料理用的，调味用。对，哇，次元椎，哇，认识了一个新的植物。好，刺刺的吧，刺元椎，它的刺就是很刺的刺。对对，哇，那我们再去看看下一种野菜。好，没问题。好，这个就是大叶甜香。哇，我们来摸摸看。小朋友来闻闻看，什么味道？我闻出来了，很像妈妈卤肉的那个八角。八角，对，它也有一个名称叫水八角。哦，它的名字叫大叶甜香。那它其实因为有八角的味道，所以其实如果家里有种，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割，就可以当做卤肉的配料，就不用再另外买八角了。像这个现在采下来就可以直接吃，这可以直接吃。那我来挑战看看好了，吃看看是什么味道，好不好？甜甜的。甜甜的吗？八角的味道比较重，这个是一点算是清淡的八角味。嗯，看一下它美丽的花朵吧。哦，好，来看一下。真的哎，哇，你看这紫色的好漂亮哦，我来帮你装饰一下。装饰一下，花朵花，哇，好可爱哦。真的哎，哇，我们认识一种比一种厉害。李叔叔再带我们去看其他更特别的。没问题啊，不过太阳很大，我们先喝口茶休息一下。好，走，休息。好，来这边给你。哇，太好了，谢谢林叔叔。干杯，请我们喝茶。等等，先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茶？这个是鱼腥草茶。鱼腥草茶，这名字很特别，很特别。来喝喝看，来喝看。来，每个人喝喝看。苦苦的。哦，苦苦的。那你呢？没有味，没有味道。我觉得它是算比较甘甜，涩涩的。嗯。所以它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那个草煮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鱼腥草。鱼腥草，哦，来，它搓一下闻味道。哦，哦，味道好重哦。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海南哥哥会这样。所以它叫鱼腥草茶嘛？对，跟它的名字很符合，真的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对，所以这个是野菜吗？一种吗？是，小时候如果快要感冒了，妈妈就会说：“哎，你到菜园去把它采回来，煮一壶汤，然后喝完就好了。”当然，除了喝茶之外，我们也可以把它煮成肉汤，跟肉下去炖。哦，炖那个味道又更醇厚。嗯，那如果以在田间的话，我们因为它喜欢水，对，我们基本上会种在水沟边，它可以那个长得很好，而且可以防止堤岸坍塌。野菜可以这个料理，然后还可以煮茶喝，还可以保护我们这个田边，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植物。不要小看它，它真的是功用很多很多。赶快喝，今天难得遇到林叔叔，我们那个知识呢提升很多。我们喝完赶快再来继续认识野菜。小朋友来发现，这个跟刚刚的叶子有什么不一样？比较长。对，比较长，它叫做八生叶。哦，这一听我就知道了，一定是八片叶子，所以叫八生。对，我们来数一下，它有一圈有几片？五片。那有没有八片的？找一下。好像。所以不是数字八，是那个八，是巴士海峡的八，把它剪下来，然后直接就可以清炒。然后你有发现叶子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叶子吗？
叶子。林叔叔这边出现了，它是不同株的植物哦，不同的植物，是我把它种在一起，因为这种混植的过程可以让很多小动物啊在喜欢不喜欢之间产生寄避的作用。哇，很聪明，看我们通常呢就是有虫我们就是喷农药，对对不对，然后杀虫，可是我们用这种最天然的，用它这个植物的特性跟这个虫虫喜欢喜好的这个特性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害虫减少。那我想要请你们考试一下，哇，考试，把它采回来，现在就立刻要来考试了，看今天到底有没有认识清楚。好，出发。那我们来采一个大叶甜香，大叶甜香，还有次元锥，次元锥，我们次元锥，你们次元锥，那我们大叶甜香，大叶甜香，好，好，加油，加油，次元锥刚长什么形状？彩萱，你记得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什么吗？大叶甜香，大叶甜香，没有错，那我们就出发喽 ，Go， 来找找看，你记得它有什么特征吗？吃起来滑滑的，那它有没有？滑滑的吗？甜甜的，甜甜的。我们记得次元锥是绿色的，对不对？对。那这个紫色的就不对，这个不是。叶子什么形状？长长的。长的嘛。这个不是，这太高了，这不是。这里好像有紫色的小花。那我们要采起来，从这里采起来。哦有哎，有，我们刚刚闻到那个八角的味道。还有什么特征？它的叶子旁边这里刺刺的，真的耶，有刺刺的，然后又有香香的味道，还有这个什么颜色的？紫色的小花，紫色的小花。那你觉得它是我们要找的大叶甜香吗？好，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了，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带回去给他们看，走。哎，有香味哦，这一区很浓哦，我们走里面看看。好，这一区很浓哦。有吗？是这个吗？好像是哎。有味道吗？应该是这个味道哈。对。然后我觉得是哎。它有这么长吗？有。有这么长？对。边边是刺刺的。嗯，然后软软的。然后闻起来是香菜的味道，有那个香菜的味道吗？我觉得蛮像的哈。有哎。是吗？那就是这个了，耶！太好了，我们多拔一些回去给林叔叔。哇！果然藏得很隐秘，难怪这边有味道。真的啊，很香了哎，走，走，我们很厉害，耶，找到了。接下来呢，就要请林叔叔来帮我们看看，是不是都有找对呢？我们找的是什么？次元锥。有正确吗？叮咚 ，yes， 答对了。我们这组呢？大叶甜香。厉害，答对了。哇，鉴定成功。小朋友都很棒，对，我们真的有认真听老师介绍。既然你们都找对了，我们要奖励一下，让你们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有机会可以品尝到野菜料理咯。那当然，哇！早上不是去帮我放鸭鸭了？哦，鸭鸭，我们有鸭蛋啊。想不想吃煎蛋？想。去找鸭鸭拿鸭蛋 ，Go！ 这里面就是鸭鸭会生蛋的地方。任何角落都有可能吗？都有，那得找仔细。因为鸭有个奇怪的习性，就是它生蛋的地方，你只要把它的蛋拿走，它就会另外再找一个位置生蛋。哦，它可能会换一个地方。对 对，所以它不会固定一个点生蛋。对 对，哇，要稍微找一下。好，好，没问题的，走，你们加油喽。好，好，那我们要仔细看哦。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有吗？没有，那我们往前，往前找，先看看。有吗？波波看，这里，哎，两颗，哇，那你把它捡起来，要轻轻的哦。好，一颗我先帮你保护。好，那你再拿一颗。哦，我们捡到了耶！走走走，快点快点。好，任何地方都不能放过，反正我找到一颗，拿那么快，真的假的？在那里。哦，很明显呢，来把它拿出来，我来帮你剥一下，哎，把它拿出来。你真的是视力很好啊！哇，你视力超好的，看，哇，不错不错不错，但是呢，同一个地方不会有第二颗，我们要再往前找。好，哎哎，哦，你
们两颗，我们找到一颗，三颗这样应该够吧？应该够了吧，对不对？而且你们会不会觉得鸭蛋好像跟鸡蛋不一样哈？比较黄，比较黄，对不对？然后滑滑的，而且它感觉壳很硬，而且好像比较大颗，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三颗又比鸡蛋大，我们四个人应该够吃啦。我觉得应该够，那我们就把这个带回去喽。好，走，我们去找林叔叔。走。耶！现在呢，我们要做这个美味料理是什么？刺身生煎鸭蛋。哇，我们手上的食材全部都是现采。没错，新鲜又好吃，重点是有机的，掌声鼓励！哇，是不是？刚刚呢，小朋友都有动手自己摘，对，然后我们自己采收这个蛋，对不对？对。哇，现在呢，我们就来自己摘的，自己来料理。那这样子好了，切的部分就让樱花姐姐来试试。好。好，那我来切这个。那我们这个是切葱末还是切末？哦，就是要让它很碎、很细小这样。哇，我这边一边切，好香哦。真的哈、哦，我闻到好香的味道。这个当然它是香菜啊，我们是拿这个刺源所以可以来取代香菜嘛，对不对？那我这样子够细吗？可以啊，可以。哇，好。好，那请彩璇来帮我们打鸭蛋。你有打过蛋吗？有。有，好，那你试试看，敲一下。哦，鸭蛋的蛋壳可能会比较硬，再用力一点。好，然后呢，手要。哦。好，那蛋壳来，我来帮忙你拿。好，再打。我们把这几颗都把它打进去。有！哇！蛋黄超大颗，很大颗哎！哇！好来，那还有一个，那这样子，好来最后一颗敲一下，哇！没想到，好响哦！鸭蛋超哇！好像彩蛋哦，这样好有惊喜感哇！我们的蛋已经打进来了，接下来呢？对，接下来我们楚维来做这个任务呢，就是把蛋呢，蛋黄跟蛋白呢要搅拌均匀打蛋。有打过吗？有。好来，哇，很快，看得出来，楚维平常在家里都有帮忙做家事，对不对？你以前有帮忙妈妈打过蛋吗？一定有，看这个手势。熟练。彩璇，你刚刚在打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跟你平常打鸡蛋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蛋黄。哦，蛋黄大，而且它好像比较不容易打破，对不对？对，我们第一次敲很硬，对，很硬，多敲几次。那主维呢？主维有没有在打蛋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它颜色是不是比较深一点？对。其实我刚才有发现，鸭蛋的蛋黄颜色比鸡蛋蛋黄还要再橘黄一点。嗯。把我们的次元锥跟我们的蛋汁呢加在一起，对不对？让你来加料，好，把它放进去。哇，我超满满的，好多，满满的次元锥，这里也把它全部加进去，吃起来觉得感觉等一下应该满口都是香菜味，很香哎。继续来把它搅拌，哇，这样搅一搅，把那个香气跟蛋融合在一起。你自己最接近现在这个蛋液，你们闻到什么味道吗？香菜的味道。可以了，哇，好，那接下来就由我来掌厨啦，重责大任，真的，一二三。好，这样油够吗？没有，我还没加。是这个加油啦，锅子里面也要倒一点油。好，哇，酱够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好，等一下，怎么了？我先帮你加一点酱油。哦，直接加到里面。所以刚刚是加油，现在加酱油。酱油，噗滋噗滋的声音。对啊。来，大厨。哇。我们今天要整片的嘛。哎，那林叔叔，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刚刚我们有说是友善种植嘛，那现在也常常会听到有机，那我们不用化学肥料，不用除草剂，这样子就算是有机了吗？有机的话，它还要在土跟水都要去验证，一个验证公司要拿到一个标章，这样才可以。哎，那这样子有机的菜会不会很多都被虫吃啊？会不会很多洞洞？多少会。我说妈妈买到的菜可能没有那么漂亮，上面有一个一个洞。别担心，因为虫吃就表示它无毒，所以我们吃了也健康，对不对？对。樱花姐姐，你讲完了哈。嗯。该问的都问完了。没错。请教都请教完了。对。那换一下酒过来这边，我也好了。起锅。哇！这个色泽真的很好。耶！开动。哇！那我来帮忙分。哇！光闻就很香了。嗯。煎出来的蛋，它那个香气很浓。嗯，很好吃，而且我这一块特别多的次元锥，满满的香气。那我们来问问看小朋友，吃完了，吃完了。好，那你吃完了，你现在讲讲看，你觉得好不好吃？好吃。我吃的是感动。什么感动？我觉得今天自己这样体验下来，你看，我们从
林叔叔带我们先认识野菜，对，然后自己呢也去采收了这个鸭蛋，对，那个整个过程体验到这个平常农夫种菜的辛苦，然后妈妈还要去买菜再做菜，吃到这一口就是满满的感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从无到有，你看我们平常在家里妈妈直接就煎好蛋给你吃，你都不知道你的蛋从哪里来，你的菜从哪里来，那今天呢就让小朋友一起从头到尾来看一看，来体验一下我们桌上的美食是如何得来不易。真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浪费食物呢？不要。要不要珍惜食物？要。林叔叔您辛苦了。哇，今天真的很感谢林叔叔，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友善环境，也看到林叔叔啊他对土地的坚持，你看都没有农药，这不但是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爱护大自然，让我们土地永久利用。凯旋姐姐来问你，你今天呢、一整天下来有没有特别你特别喜欢的事情？找鸭蛋。那你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鸟跟虫子吗？因为没有撒农药。你说的很对，农夫辛苦种出来的菜我们要不要珍惜？要。所以呢碗里面的饭要怎么样？吃光吃光光，我们要珍惜食物。我觉得当农夫很辛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对不对？哇，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有机的农作物，下一次还会介绍什么样的农作物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快乐小农夫。拜拜。